仙宝年间，妖族暗流涌动，天魔欲将复生，人间危机四伏。红俊，我吩咐你去人间办三件事。如今长安便是你我的天下了。长安的妖族皆可杀。妖怪，你休逃得逞！长史，你知道这个剑是什么法宝吗？妖怪，好剑！听说长安有妖？长安盛世怎么会有妖呢？将这些该死的人族统统杀掉！敌方传令，孙州大人将迎来一场豪劫。红军！只有你能找到答案。